傑志係將會同夢想 FC 爭入決賽嘅。黑色衫嘅夢想同日咧就係淘汰咗和富大寶，希堅奴六分鐘開紀錄，大埔去到61分鐘攀平，新組第一時間起腳追成1-1。咁兩隊90分鐘咧就係未分高下，加時上半場4分鐘，拿祖接應底線嘅傳送建功，夢想結果贏2-1。